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福建上杭县这里看这个张氏名坟倒地金叉。这个地呢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坐在水渡，把24山的山峰全部收进。它24山之中相生相克，互相化沙，互相为用，达到了风水的最高境界。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慢慢去欣赏这个地。我们首先看它的名堂跟立像。这个地就立深山人间坤棍，正对着前面的寿峰，尖尖那个寿峰。我们这个萧峰啊，这峰峦的位置不能一一的把它标出来了，因为太多了。它是真真正正的收进24山的山峰。那右边那是石柱，是代表化孙公的九个儿子。化孙公呢，总共有18个儿子，108个孙。啊，这边是左边，也是有九条柱子，代表他的九个儿子。这个地呢是个倒骑龙的地啊，这边是来龙。很可惜收公路的时候把这里挖断了。这个地在高山，可是站在他的卸场，真真正正的达到了高山于平地的典范。现在我们站在卸前，在拍后面的山峰啊，先看白虎峰的。后面的山峰树挡住了，等一下我们用无人飞机飞高再拍得清楚给大家欣赏。啊，这是后面青龙的山峰。